既然遇到白兰花婆婆，白兰花象征着我们的爱情。白兰花香水，吕静海与潘善人的分手危机。你不让我结婚后，是不是为了我？你是为了爱吗？你又说到哪儿去了？伴随隐藏的心痛秘密。你回答我，你爱不爱我？感情的无奈抉择，即将揭晓。我一看就知道，真写的白兰花香气，其实写的是初恋情人。你还觉得你跟听是命中注定？今晚7点，婚后事只在TVBS40频道。